嗰度预系有几多个单车停泊位嘅？可以泊到几多个单车？有几多个停泊位？总共可以泊到几多个单车？三十个。佢答咗三十个，你有冇跟想跟一跟咧？佢答三十个啊？系啊，三十架单车啊？系啊，你唔好叫停泊位啦，真系唔该。真系，唉，即系你三百个，就算你成千个都未必足够啦。如果你系一个大嘅交汇处，真系可唔可以？真系可唔可以做嘢？真系为市民而做咧？真系唔好象征性咁样，好似求其咁样，系嘛？你啲高官就即系出入有私家车，有司机，有剩。喂，小市民有一架单车，可能悭翻来回十几蚊，对佢嚟讲系好重要噶嘛，同埋快啊嘛。你三十个你点计算呢？啊，全国地区啲人嚟呢个交汇处转车得三十人啊？单车方面呢，当然你话数量我即係而家俾咗啦，咁即係用纯粹嗰个三百几万呢，即係譬如做三十步吓嘛，二零个三十步，咁当然係唔少钱啦。咁我又担心呢，就係、是、日后嗰个管理啊或者停放嗰个问题呢，都系冇人注意，咁嘥咗啲钱，就结果呢就可能呢到时呢就变为一种即系嗰度地方冇人管啊咁样。其实呢三十个嘅停泊位咧，就根据个设计咧，就系、是、因应住呢、这个公共交通交汇处咧而建设嘅。其实喺呢个公共交通交汇处附近咧，即系喺原有嘅地方咧，亦都会系有已经系有提供咗单车泊位嘅。咁最近一次咧，就喺旧年嘅三月咧，即系2014年嘅三月咧，其实我哋上过元朗区议会咧。就因應住當陣時喺嗰度嘅單車停車處咧出現即係求過於供嘅情況咧，供過於求嘅情況咧，其實係甚至乎係刪減咗一啲添嘅，即係當陣時係。咁所以咧就其實運輸處咧就喺2014年嘅4月25號咧就刊登咗憲報咧，就係刪除咗部分嘅添。咁所以咧可以或者係咁樣綜合嚟講咧，就係嗰度咧係有提供咗有其他嘅單車停泊嘅設施，咁我哋都會即係密切留意住。如果係幾多個啊？簡單講，其他隔離有幾多個？隔幾遠啊？潘先生，潘先生有幾遠喎、啊？喺現場嘅附近嚟嘅啫。隔幾遠啊？隔幾多米、啊？我手頭上冇呢個資料，我或者可以補充翻。即係喺50米範圍裏面啦，定係1公里外啊？定係幾多得㗎？一定唔係1公里之外。咁咧就我可以補充。幾多個啊？嗰度有？我唔記得應該係幾百個，應該係。